Welcome to Small Fantasy. Now, you are watching Slender Man. 怎样啊？又开始啊！这个很黑耶！我告诉你，这是最亮的。我觉得你玩的那个屋子比较亮。你说屋子那个？说他躲在厕所那个，那张是 mention， 你可以去找。我现在没有心思。哦，不要啦，拜托啦。哦，你爽个屁呀、啊！还要找什么？找纸条吗？对，找纸条，八张。为什么不找一张就好了？找一张就开始了。我等下如果被吓到，我就要离开了。我就要顺离，我就要怒关游戏。我告诉你，一开始都按 Auto F 4还关不掉啊！纸条，看到纸条，找到一张，找到一张就开始了，找到一张就开始了、啊。不要了，我要看看天空，看一下。我要自己吓自己。告诉你一个坏消息，他会直接硬把你的镜头转到他那边。不要不要不要！我要关了，我要关了，我要关了。怎样啊？才刚开啊！我不敢玩啦、啊。我为什么要自己吓自己？等一下啊，好恐怖哦，好恐怖哦。都是我不想玩这一个啦。你要玩 mansion 吗？因为我觉得这个好黑，我不喜欢黑黑的。那你就去玩 mansion 啊。我觉得每个都很恐怖。不然怎么是 Slender Man 呢？我不敢下去了。OK。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。我看到纸条了，我看到纸条了。哦，他为什么只跑一下，然后就停了？他会累，超弱的。哦、你累个屁呀、啊！纸条就在前面，你是没看到吗？我觉得我等下会直接冲过去给 Slender 拥抱。我就说你给他把鬼杀了吧，我不想在这个地方。你不用去拥抱他，他直接把你的头转到他那边去。面壁。我不敢转头啦。要小心因为背后啊，好烦哦。对，后面后面后面没有，后面没有啦。乱吓人哦。后面后面后面看地板反而更恐怖。看地板突然起来那一刹那，怎么办？我在十字路口迷失了方向，我不知道往哪边去耶，每一边都看起来好黑哦，怎么办？我害怕，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都可以打打，打不了。今天下午来都是打光吗？你选一个方向啊！我被自己吓到。不要自己吓！不要自己吓！等一下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，就在那边吓。悲剧啊！这是什么奇怪的？他纸条是不是都在固定的地方啊？没有没有，因为我刚刚自己我也是在这边呢、欸。他那个纸条，你看就在那边堆积。一模一样的地方欸，就随机出现。No， 我看过那个。真的假的？现在还会那个？没有，我看不会。我会呀、啊。我跟米茶都会。不要。这边这都很紧的。No SK。就这两个，这两个。哎，你在震动，你在震动，我卡住了，我卡住了。快跑，快跑！这时候最悲剧是跑不动。对。
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迷失了方向。对，一边唱歌就不会怕了。我好害怕他回来追我。我不敢进去小巷子，因为他看起来好黑啊。这张地图唯一安心就是十字路口。对啊，我最爱十字路口。他就是坐在你背上。卡到哦！哦，纸条卡到你，快快快到街道！我怎么听到吱吱声？吱吱声就是可能他要出现。出现个屁！怒骂！我怎么走到这里来了？我就不想来这里啊！他在那边，他在那边。哎呀！别说呢。左边，左边。哎、欸，他在后面哎。他会闪，他会闪现。闪个屁！你不要过来啦！你不要过来！我现在跑不动。都是这样子，最好的。我找不到纸条了耶，而且我的萤幕好像太脏了。为什么？所以我看不到死人的背。为什么这么脏吗？再擦一下。我现在没有手可以擦。嗯，好恐怖哦！我好像在同一个地方打转呢。你们要记一下方向，虽然他一直在那边，你看他一直在背后，他很烦呢、欸。就是他在你背上。你要过来哦，我现在已经没有力气跑了，而且他就一直在那边震动，震什么？没事，干嘛一直在那边震动？对，刚刚抱怨。你买回来啊！哎、欸，我走到死路了，糟糕了，我走到死路了。我走到死路啊！我走到死路，糟糕，糟糕，糟糕！哎、欸，跑不动了，怎么办？嗯？嗯？为什么他每次跑一下就一直喘？正常人被追的时候，不是应该拔腿就一直狂奔吗？这个人就比较虚啊，你能抱怨你的主角？我不能抱怨主角吗？毕竟是我操控他哎、欸。他的肾上腺素没办法被激发。对啊，他真的很，他如果真的这么弱的话，就不要一个人在那边大街上乱走嘛。超弱。他是说他是被丢到这边的。哦，是哦。超可怜，超费劲，被丢到这边还要被骂。因为我现在都不敢走进巷子里面，所以我现在找不到第三张纸条，哎，第四张纸条。你这样还有五张纸条怎么办、啊？可是我好像渐渐免疫他了耶。哎呀，你又来了。我最讨厌的是他会突然出现在角落。会会会会会会。所以我现在就一直在大街上走啊，你没有看到我都不敢进去角落吗？不要再出来了，我告诉你。而且他一直在跟我保持安全距离耶。因为你找的纸条不够多啊。啊，他难道不能直接过来扑倒我吗？找到第八张的时候就会，他直接在纸条前面等着你。真假的？那这样根本就没有得玩啊。我不知道怎么玩啊。找不到纸条，我好像赶快结束这个游戏哦，然后去玩别的。就突然冲巷子啊！像重点是巷子也没有纸条啊，我要看到有纸条才会冲巷子啊。在巷子的底处，巷子里面最深处，你现在看得到还是那个外面的？啊，还要冲到最深处？要冲到里面去？奔跑吧，小 N！ 他现在跑不动啊，你看跑一下，然后就喘。所以你喘的时候跑过来。哦
好欠扁了。我不要啦，我刚真的被吓到了。观众几乎都是被你吓到比较多。对。哪有啊？